百二了哎，刚刚已经一百二了。我们加起来才几个字？我五十，我帮忙的，不会，我们帮忙的。你为什么要金口？脚尖踩下去，用力踩。我都要抽筋了啊！脚再伸直一点。你看他超金口的，他的脸。还有，不是我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可以这么金口？他是这样下。没有了，弯了。三、二、一，结束。怎么了，领队？李阳，这一批是你气皮嫩肉的选手。我们这边是运动会，好不好？记得你是头两支队，不能太低。来，预备，下。对，推，小一点哦，小一点，对，小不要晃，不要晃。你晃就会跟着，身体就跟着晃。力量过去了怎么办？小步，小弯了，三、二、小弯了，一 ，OK， 给我一点，好一点 ，OK。因为他们在瘦的时候习惯这样瘦，就习惯这样瘦，瘦的话就会变得很大，就很容易。刚那什么？很容易变成低级一样。我现在有势均力敌。是啊。啊，交给我。哎，等一下。对，这样子。哎，好，来，后面的不会比前面高，所以后面的好低哦。好了，不是前面太低，很好的，不是前面太低，我整个我不能再低了。要不要后面走？对，可是我再低我就掉下去了。你的脚可以，也用脚把自己撑住。Nice， 各位 ，Nice， 有棒，有棒，后面很久。后卫是怎么样？后卫是要怎么样？最后一个要背绳，背绳，绳子会缠在身上。那不是我，可以试试看吗？还是因为练不了？啊，什么样的感觉？你可以挂在身上，你就不要练后卫了啦。对啊，你真的要站第一个。你真的要站第一个，相信我，你那个气势比较够。真的，气势怎么了？就是你看起来比较凶，你看起来很凶。对啊，你前面站一个太柔了 ，OK 吗？对面就不会怕。我看起来很凶啊。这一看是金带，好像不会过哎。举神不要，乱。等一下，看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来，没有看到瞬间往下做推，对，来，慢慢结束，往下做推，那个力量超大。啊，你很带的啊。对，做推做推，然后有再往后之后脚就往慢慢的一步。去领的时候教我们就知道了。篮球装备比较多，穿着比较帅一点。你还自己带喇叭来是什么意思？我没有，就愉悦一下心情。现在在录，只好再送你车了。真的。幸运。哎呦！送送起来。你自己去找一个手距离，他投你来得及攻，这个角度就好。所以这个接下来时间进攻跟防守就要去揣摩。来 ，Go。哎，好。所以你要跟着照，不然你要去过。你要去拿这个球，要怎么拿？对，那我就这样。你要挡住他。来，你一开始哦，你就给他空间的。你离他太远。王子，你刚才也是。好，你看你一开始的时候，因为你一直看他，你就变成这样，他两边都可以走。所以这种时候你最好是贴着他。可是你贴着他，你的习惯是你会一直这样抓。刚刚被吹犯规了，不知道不晓得裁判严不严，但我不严，你可以去试。如果你试一样，他没吹，你就一直去。他吹了你就放开。
对，还好很累，老很喘。哎，刚刚因为这不就关于我接下来做的，很累。好累啊！我原本想要再做一对一，有一些其他对抗的，我们先不做。哦，今天真的很累，何总真的教练教的真的太好了。哎，好，教练，谢谢教练。哎，那浩哥，我这个是我的教练建议，那他跟你们一队。对，还有嘉良，你们是靶子队哦，不好意思。对，天原来也就安排在家里发呆一下，就休息。没想到他打篮球，我最后打篮球是那天小玉受伤的那一天。Oh no！ 这么久没打。哇塞！金包。是练习吗？什么像真的的比赛一样？太认真了！哇，怎么讲的？呜！六球进三球，我们今天结束了。我砸你！好，还有。拍照都是对，威亚，可爱，我们的小火球，小火球太可爱。团宠是这样的吗？都来，娇娇来，对不起，我跟你说，他就是故意的，刚刚要打我，但叫你的名字，打你就叫我的名字，揍他，再来。不是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三个人都丢你，为什么你只瞪我？我还没准备好，你就打我。班长，我们正在抽。再来，快！还回去啦。学长们今天聚集是要来海淀红山的吗？没有，红山这次很强小槽球接起来，球过来，觉得我们之前就打过啊，他的球速真的非常快，所以如果我们练习能够接到他的球，我们应该会赢。对，但是他有教我们，就是说我跟魔君应该是站左右两侧，去锁住他们对方的攻击手。对，最强的两个，然后脑袋最清楚，两个人要站两边。那你清楚吗？完蛋。他只要注意不要踩线就好，因为这个一踩线就是出踩线哥。
哎、欸，你也知道，跟我一样。嗯，还有建哥，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帮我剪一下刚刚接到小杰那球，谢谢。剪，而且我手上两颗，还夹一颗。来给他一个特写，而且我手上有两颗球。就这样一夹，把廖宇杰夹死。没错、欸，我不是下礼拜要比赛的人啊，我只要参与而已，好不好？你能接到，表示你可以接到蓝队的球，可以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可以，是不是？可以，可以。我们今天是要拍一个我们红队自己的动态形象一个影片，然后有点像是宣传 refine， 希望我们就是以偶像团体的规格来做这件事情，为了这个节目全心全意的投入在这里，不管是在节目上的表现，我们节目下也是一条心。今天真的很特别啦，就是能够把大家集合一起来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，想必之后的回忆应该会很多。我们全队啊，大家都是红色嘛，红色红色，来这个酒红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他给我酒红橘橘的，你看你跟我的红差多少，你自己看。没有，我还是要，我还是要证明中间突出一点。好像也还对，我又不说他上面都那么黑。哎呦，耶！对，一次性的，下次洗掉然后什么？没有了，就这样。因为我要当灌篮高手，你不花掉。有点我想打球，有伤吗？打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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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完了。帅这两秒，挥挥就够了。只拍到我额头，你知道吗？峰哥，你觉得你今天对于你做的音乐感想怎么样？哦，非常非常有信心。再加上大家一起唱的话，我觉得会突破100分。那你的灵感是怎么来的？啊，我的灵感呢？其实我只花2个小时，然后想说，哎，我们是不是需要个拉拉队呼？想不到，这个就交给宇宙。我就想说做个对歌，可以让我们的气势大振的音乐。Check it out！ Check it out！